大家好，今天的句子是终有一天你会学会让眼泪往心里流。终有一天，这是一个副词，最终有一天，你，这是一个主语，对吧？会学会，学会是一个动词，会是一个补语，学会，学会什么东西呢？学会呢，让眼泪往心里流。这是一个宾语，但是这个宾语呢是一个句子，这是一个结构，让什么做什么，让眼泪往心里流。终有一天你会学会，学会什么？学会让你的眼泪往心里流。这里还有一个介词，介词短语就是往心里流，往什么地方流。好，这是今天的句子，终有一天你会学会让眼泪往心里流。再见。